好，衷心多謝前線團隊的努力啦。我成日都話貨品本身就是一個死物嚟嘅，係全靠啲同事咧點樣為呢個貨品加添一啲生命、一啲感情，令到人客好想擁有佢。咁當中咧，優質服務咧就佔咗好重要的角色啦。咁對我嚟講咧，出色服務咧包含咗五樣嘢，包括咧眼啦、耳啦、口啦、手啦同埋個心。眼咧就係洞悉人客嘅要求，耳咧就係聆聽人客嘅需要，而口咧就係我哋同事用一個好清晰明顯嘅講解俾人客聽。手咧就代表同事嘅專業知識，而最緊要就係個心啦。個心咧就同事要用心去工作，同時亦都代表咗同事對人客嘅熱誠同埋關顧。咁而家啲人客咧係既精明又聰明。佢會好容易感受到我哋同事嘅誠懇態度，咁所以一個出色嘅服務咧，可以令人客感覺到我哋公司係專業嘅、係誠懇嘅、係貨真價實嘅，同時亦都為我哋公司係贏取咗人客嘅信心同埋口碑，確立咗我哋公司正面嘅形象。